现在是夜里12点，我们11点半到的伊宁市，我去取了我的快递，然后刚好就在我取快递的旁边有这么一家不夜城，它叫不夜城，营业时间是从晚上6点到早上6点，然后我们就来了，品尝一下他们家的烤肉，还有各类烤货。今天一天没吃饭了，好饿呀，这会儿。嘿嘿，我们的烤串来喽！这儿有烤辣子，哦对，还有烤土豆片呢，好像。米饭、酸菜、牛肉、炒土豆片。中国食堂最便宜，这个能做。烤茄子，这个是叫特色烤苕皮，里边加的是酸豆角，还有什么来着？还让美女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特色烤苕皮。好不好吃？还可以啊。好吃啊！我还没吃过呢。我也尝一个这个特色烤苕皮。老板说这是他们家特色，里面有酸豆角，还有肉末。我觉得这个酸豆角挺提味儿的，是吧？可乐都一股羊油味儿。我们在逛大巴扎，我准备送九哥一个壶。这个壶好漂亮的，这个茶壶送给九哥。九哥你喜欢吗？女人就是爱购物，给我和燕姐还有九嫂3个人一人买了一件裙子，好看吗？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大巴扎回来了，给 Lucky 买了一个老冰棍儿，我呢吃一个奶提子。宝宝，热不热？快下来凉快一会儿。你就别下来了啊！我知道这会儿车里肯定有点热，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根冰棍儿。幸福吗？我在说 Lucky， 我在说我。这吃醋了，这个吃醋了。嫌我不给他买，他吃不了。快来，宝宝，好吃吗？2块钱，好吃吗？
一吃瞬间凉快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好喜欢给他吃雪糕的这个样子。今天来给房车做保养，一个月我已经开了5700多公里了。然后昨天晚上我在我们对面的那个加油站把水给加满了，也没怎么用水。今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剩67%了，我就在这个底盘下面趴着去看了一下，水箱漏水了。所以我今天我没有办法，我本来是想等我朋友他回家以后我再过来保养的，因为这边离那个市区有点远，但是水箱漏水这没办法，我们就过来了，过来到这个伊宁市的服务站。哦，师傅人特别特别好，趴在这水箱下边啊，帮我检查了一下，就是这儿。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箱，我们现在正在把水给它排干，就是这儿。水箱呢，它不是质量问题，可能是我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，高速行驶的时候石子崩的，把这水箱给崩了一个小口子，然后它就在外面就在渗水。然后师傅现在帮我把水箱里面的水排干，排干以后呢，用他们的方法，用胶给我在外面给它粘上。这个水箱说过3-4个小时就可以用了。这个凯马的售后还是很好的，因为它全国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服务站。我刚开始都说我到了新疆了，我想的很偏，但是呢，这个服务站真的是服务态度特别特别好，非常好，很满意。现在我们要去出去找个地方去吃饭，然后现在呢把电也插上了，这师傅帮我把电插上了，Lucky 和小豆芽他们在车里，把空调给他们开开了。今天伊宁市的气温还有点高。我把他们放在车里不放心，所以就把空调给他们开开。我们俩现在去找个地方吃饭，然后我朋友呢，他今天下午7点多的飞机就要回西安了。美女要回家了，但是我的车现在还在保养，在修那个水箱，所以我不能送她了，给她叫了一个出租车，把她送到机场。伊宁市的机场离市里面特别特别近。那你走吧，我就今天不能送你去机场了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到了给我发信息啊。好嘞，啊，拜拜，坐后面吧，后面没那么晒。拜拜。哦，您意思是那个水箱下边应该加个护板是吧？那看现在师傅还在帮我搞这个水箱，我们去吃完饭回来了，水箱还没有搞好，看来这问题还不算是小问题嘞。你看看，你看西瓜吃点。好，你看看我这运气多好，哎，在这借用人家的地方还吃人家的西瓜，还有这个卡瓦斯，这个含酒精吗？不含是吧？就是饮料一种的，哎，它属于饮料，属于饮料是吧？饮料，好，尝一杯。啊，尝尝啊，这就是它品牌不一样，怎么样？嗯，蜂蜜味可重了，挺好喝的，凉凉的，冰镇一下是特别好喝。嗯，好喝。现在是6月18号早上10点半。我的水箱还在修，现在把水箱拆下来了，拆下来要重新再焊接一下，把底下用那个钢板焊接一下，然后再装底下再装一个护板，这样子这个对水箱做一个保护。所以我昨天晚上是在这个服务站待了一晚上，今天把水箱弄好以后就离开，去山里边找一个凉快的地方。